历代志上第九章一节，以色列人拢照家谱计算，记伫以色列这王的记录。犹太人因为犯罪，就受掠到巴比伦。大圣对巴比伦倒来，徛起伫家己的地业的城中，有以色列人、祭司、利未人、尼提灵的首领。三节，徛起伫耶路撒冷的，有犹太人、便雅悯人、以法莲人、马拉西的人，犹太的子、法勒斯的子孙中，有俄泰。俄泰是阿米弗的子，阿米弗是暗利的子，暗利是阴利的子，阴利是巴尼的子。五节，示罗的子孙中有大子阿衰亚，甲伊的正子。舍来的子孙中有亚俄利，甲伊的兄弟。共690人，七节，便雅悯人的子孙中有哈西罗的曾孙、何达维亚的孙、米苏兰的子撒罗，阁有亚罗汉的子伊比尼亚、米基立的孙、乌西的子伊拉、伊比尼亚的曾孙、刘尼的孙、示法提亚的子米苏兰，甲因的兄弟。照家谱计算，共有956人，这些人拢是因的族长。十节，这时中有亚大雅、亚何雅立、雅金，也有管理神的殿希列家的子阿撒利亚。希列家是米苏兰的子，米苏兰是撒督的子，撒督是米拉约的子，米拉约是阿希顿的子。十二节，阁有马基亚的曾孙，巴西何尼的孙，亚罗汉的子阿大雅，阁有阿地业的子马赛，阿地业是亚希西拉的子，亚希西拉是米苏兰的子，米苏兰是米实利密的子，米实利密是因麦的子，因甲众兄弟拢是族长，共有1760人。至到做神的殿采用的工的。十四节，利未人米拉利的子孙中有哈撒比亚的曾孙、阿利甘的孙、哈术的子示玛雅，阁有伯巴甲、希列斯、加拉、甲阿萨的曾孙、西基利的孙、米迦的子马探雅。十六节。阁有亚多顿的曾孙、加拉的孙、示玛雅的子俄巴底，也有伊利加那的孙、阿萨的子比利加，因拢徛起伫尼德法人的村庄。十七节，过门的是沙龙、阿国、达文、阿希曼，甲因的兄弟。沙龙是做头，以前这些人固守五当的王门，现今。是利未亚中过门的。十九节，可拉的曾孙、伊比亚撒的孙、可利的子撒良，甲伊同族的兄弟可拉人，拢管理车营的工，甲守会幕的门。因的祖宗捌管理亚坏亚盘，佮过守亚门。二十节，以前伊利亚撒的子腓尼哈管理因，亚花也甲伊弟弟。米斯利比亚的子撒加利亚是过守会幕的门的，受精选来过门的人共有212人。因伫家己的村庄照家谱计算，是大卫甲先见撒母尼所分派来担当这个重要的责任的。二三节，因甲因的子孙照办的过守耶和华的殿的门，就是会幕的门。伫东西南北四方拢有过门的，因的兄弟踮伫村庄，每七日来甲因换班。二六节，这四个过门的头拢是利未人，大家有重大的责任，过守神的殿的仓库。因徛起伫神的殿的四围，是因为委托因过守殿，爱逐日早起开门。二八节。利未人中
有管理服侍的气区的赵少爷带出大入，阁有人管理气区、甲圣所的气区、甲面粉、酒油、乳香、香料。三十节，这时中有人用香料做膏油。利未人马塔提亚是科拉族沙龙的大件，伊重要的责任是管理搬来所逼的米。因同族的兄弟各下的子孙中，有的管理拜日的饼，大家安休日预备拜日。三十三节，唱歌的有利未人的族长，点伫属殿的厝，每日当值，无做别项的工。顶面拢是利未人出名的族长，徛起伫耶路撒冷。三十五节，伫基遍徛起的有基遍的老爸亚利，伊的某名叫玛加，伊的大囝是阿伯顿，伊阁生苏尼、基苏、巴勒、尼尼、纳达、基多、阿希约、撒加利亚、米基罗。米基罗生是米暗，这些人甲因的兄弟伫耶路撒冷的对面徛起。三十九节，尼尼生基苏，基苏生所罗。所罗生约拿单、麦基苏亚、阿比拿达，伊是巴勒。约拿单的囝是米勒巴勒，米勒巴勒生米迦。四十一节，米迦的囝是比敦、米勒、塔利亚、阿哈苏。阿哈苏生亚拉，亚拉生阿拉伯、阿苏马威、辛利，辛利生摩萨，摩萨生比尼亚。比尼亚生利法亚，利法亚的子是伊利亚撒，伊利亚撒的子是阿瑟。四十四节，阿瑟有六个子，因的名是阿苏里干、普基罗、伊什玛利、是阿里亚、古巴蒂亚、哈兰，这拢是阿瑟的子。